太不容易gonna die 像我很像我好可怜可怜了可怜了好可怜不受自己控制了已经太辛苦了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表现了在临床值的班一边还有科研啊、对，如果你只是单纯值班呢，其实是 OK 的。他从早上八点熬到刚才晚上八点、哦、然后再熬整个半夜。说完又，然后你还要再上一天班才可以放。哇，公鸡被 call 24次，他被 call 最多次的，我没记错。睡一个小时不是更累啊？